两个多的，你看啊，两个多的有全部有很好的，他们有化妆，他们的头发，哇，洗比猴子叫哎，啊。上一集说到小周周英语无论次，搞到拍摄差点中断，幸好 Sora 向监制求情去了，究竟他这位实习主持人还会搞出什么糟糕事？拍摄是否会顺利完成呢？ 3, 2, 1 你去找一个那个刀跟 chopping board 给他，没问题，然后你就继续介绍你的菜，对啊，然后我就帮你煎你的鱼。今天你需要什么状态？你应该需要什么状态？我需要，你不是要做调味料吗？我还有需要一点调味料，这是一个调味料。我需要一点。哇！调味料，这是一个调味料。我需要一点。哇！哦！哦！没有用。好，好一点了。啊，这不错，对吧？嗯，可以啊。好，没事啊。现在也要煮。好，我要煮。好，五块钱一份。你看，走到头要人。哦。啊。他们要，他们要。啊，又麻又，好又都没有。啊。啊。什么都没有。啊。那你帮我找一下吗？嗯。导演，可以开一下吗？为什么负责单位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？我什么时候都没有。啊，负责人在哪里？负责人。负责人。负责人。啊，你需要什么东西？我需要蚝油、麻油、味精、糖、盐都没有，我要怎么煮？我马上帮你准备啊，等一下。你的鱼煮出来了。我鱼煮还没有做完呢。OK， 哎呀，啥货都没有，怎么煮啊？可以。我们会找你看看，对不对？手拉住嘴巴。这个就是我要的，预备。啊！快 ，OK。Rolling. Speed. Rolling. Take three. Okay, 3, 2, 1. 哎呦，我来啦！我来。不需要，我煮了几十年的菜。安妮。我在准备，有这么快？那好吃吗？香。哇，很香哦。嗯，对，好像是。香火香香哦。香什么？很香火香香香哦。啊，不知道会到怎样啊！马姐姐阿桑鱼，哇，还这么美！我说什么？
解决 ，OK？ 噔噔，麦夸里阿三鱼，这包送给你。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很好吃，真的好吃。这样你就可以去美食世界了。还不够，我告诉你，还有，还有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哇！这里的美食专家，由于是第一次拍摄哦，所以呢，我们经常都会在第一次拍摄的时候，我们会遇到很多种状况，所以我们这一个拍摄呢，就是跟你们说这些状况，种种的状况都有可能发生，比如说好像材料不足啦，缺东西啦，主持人可能没有备好词，可能他有备好词，这是他天生的一个可能他就是注定要走谐星的路线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有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虽然没有办法把鱼煮得非常的熟，所以呢我们只能在短的时间，因为你懂吗，现在呢就是budget有限，budget有限，budget有限的就是时间有限，时间有限的就是人手有限，你看连我家的Auntie Annie我都要自己带过来，你懂吗，还要给人家食用，所以呢这个就是种种会发生的情况。 OK lunch break bye 你看